好的，大家晚上好。那今天呢，又来到我们的丰盈之旅，这是第三天。那在前两天呢，都跟大家讲了不一样的主题。第一天我们分享的是怎么样让你爱上收拾和整理，三个简单的方法就让你爱上收拾和整理。那昨天呢？第二场的时候呢，也跟大家做了不同的分享。那今天，昨天的分享是关于怎么让你越来越好运哦。那今天呢？今天我们要分享什么呢？今天来到了第三天，那第三天我们要来聊聊有钱人的整理习惯呐。到底有钱的人跟富裕的人，他们有些怎么样的整理习惯呢？那快快的把这个视频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哦。那我们不追丰盛，因为我们本来就丰盛。那我是陪伴你，让你内心活出丰盛轻盈的自己。今天是我们一起走过的第三天，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关于有钱人、富裕的人他们的整理习惯。我觉得呢，有一件事情挺有意思的哦。我相信大家都住过酒店是吧？那以前呢，我常常有一个所谓的我的有一个朋友呢，他也是在酒店做客户服务的。那他有发现呢，越是住在高级套房里面的客人哦，他们在退房的时候呢，都会把房间呢收拾得整整齐齐的。可是相比之下，如果是在标准间的呢，就很不同啦。可以用"惨不忍睹"这四个字来做一个比喻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并没有说特别的去做什么分别心，或者是歧视任何人，没有哦。那住套房的跟住标准间的，我们先要去看，诶，住套房的，如果我们把它归类为它是比较富裕的，那么我们就去研究一下这些比较富裕有钱的，或者比较舍得的，他们的整理的习惯是怎么样的呢？因为相比之下，住在标准间的，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说啊，反正多一下子哦，这个服务员都是要来打扫的，所以既然是这样，就让他们打扫吧，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打扫了。其实，当我们讲收拾整理的时候，其实并不是说要做给谁看，而是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，这是一种习惯。习惯自己的事，就要自己负责任的去把它处理好。所以从这些小事里面哦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一个人的收拾整理的这些好习惯，其实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所谓的能量磁场哦。那我们再来看看，金钱呢，其实是喜欢干净跟整齐光亮的环境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哦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去留意的话，你会发现有一些他比较所谓的有钱富裕的人，他们喜欢出入的场所是怎么样的场所？他们喜欢去干净整洁的地方，他们会出现的这些场所，比如说在酒店。或者是一线的这些名牌店，然后你会不难发现，他们去的这些地方呢，通常都是干净、整洁、美观、光亮，甚至呢是很舒服的。那个能量磁场是非常不同的，所以有看过很多所谓的这些成功人士。虽然呢，他们的职业可以有多种多样，而且是很不同，但是室内，他们的家居环境啊，
他们的装潢呢，虽然有不同的风格，但是一定有一个共同点。那共同点是什么呢？也就是他的家居的物品呢，通常都是收拾得整洁明亮，而且收拾得井井有条。你去到他的环境里面，你甚至可以感觉到说，诶，空气中呢，甚至会你感觉到一股清新。他用的物品呢，都是比较精致的，所以这是内在真正有丰盛轻盈的这样的感觉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，就纯属观察哦，你可以看一看一般人所谓的常常会喊说，诶，钱不够用，或者是他住在比较中下的贫民区的。又或者是比较中下的环境的，你会发现呢，他们的家居环境，我指的是大多数，并不是全部哦。通常呢，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，也就是说，物品堆积的比较多，然后很多时候他们不舍得扔，也因为这样堆满了很多所谓的杂物。然后家里的东西呢，通常摆得比较随意，也没有所谓的空间的规划。那比较富裕的人，你去看他的家居环境，他除了把他的物品摆放整齐，他整个空间是有规划的。所以在我的这个DLP 人生整理术的实践班的课程里面啊。我们其中有一个部分就谈到空间的规划，所以有钱人跟富裕的人，他们收拾整理这件事情哦，也是有所不同的。然后我们知道说，诶，金钱常常听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，金钱就是一种能量。可是这种能量呢，它其实喜欢聚集在哪里呢？他喜欢聚集在，比如说干净整齐的地方，然后他喜欢聚集在，就是比较好的磁场。那在一个整洁美观的场域里面哦，在这样的磁场里面，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所谓的可以吸引财富的人，或者是你想成为一个吸引财富的妈妈也好。或者是不管你是谁，你就想要吸引财富。首先呢，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家里的风水要搞好。最基本的就是你要养成收拾的好习惯。其实我们的家可以就是一个聚宝盆，哪怕你在去研究玄学，你去研究风水，你会发现。所有的这些玄学大师、风水大师，他一定会跟你讲，哪怕你不会风水，有一个基础你一定要搞好的，就是要把你家居的这个能量场呢，把它给弄干净、弄整洁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所以之前呢，跟大家聊了这个关于断舍离哦，其实断舍离也是有分等级的。也就是说，断舍离有分初级、中级、高级不同的这些段位，什么意思呢？一开始的时候哦，我们很多人对于物品的数量和品质，或者我们指的这种质量是没有觉知力的，他就任凭这些物品大量的堆积，然后就产生了一种类似垃圾场的败坏气场。这个时候呢，开始的阶段是被所谓的这些物质被牵引了，无法成为所谓物品的主人，反而呢，好像物品是你的主人，你就常常要去收拾它，要去打扫它，要去整理它。那什么是初级的阶段呢？初级的阶段呢，也就是说，你开始意识到
哦，这个物品的数量跟质量啊，你开始会比较去关注，诶，物品原来这么多，然后我用的品质原来不那么理想。但在初级的这个阶段，也许你会感觉到，啊，如果丢弃好可惜呀，好不舍得啊，也下不了手。什么叫比较高级的阶段呢？也就是你可以来到一个阶段，你可以快速的判断，而且你会很果断的知道说哪一些物品要留，哪一些物品你想要狠心的为它扔掉或者找新主人。这个时候的你就会开始成为了物品的主人，然后你时时刻刻呢，就是所谓的活在那个当下，然后你不会以物品为轴心，反而是你把专注力拿回到自己的身上。那到了更高阶段的时候呢，其实你跟物品就好像成为好朋友，甚至你会对这些物品呢升起很多的感恩心。然后当你在添加物品的时候，你都是精挑细选的，而且觉得自己配得，觉得自己值得。而且你会舍得让自己用比较精致的物品。我们讲物尽其用哦，物品的舍弃呢，你会降到最低，然后整个人是感觉到清爽，非常有满足感的。而且你的气场哦是上扬的。我们这样子来说，如果拿人际关系来做比喻的话哦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四周都是陌生的朋友，再上升一点点，就是你四周都是你认识的。然后，如果再进一步呢，就是你开始从认识到进入朋友的阶段。刚才我说，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物品哦，甚至有的时候，你连现在拥有什么，你都不知道。有时候，当你去收拾整理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啊，我竟然有这样的一个物品留在我的身边，在我的环境里面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断舍离，其实它有初阶段、中阶段和高阶段。所以，为什么当我们在工作坊，我带学员去实践断舍离的旅程，让生命活出丰盈的这个旅程，每一个阶段，你都有很多很多的领悟，然后高阶段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刚才用的那个人际关系的比喻哦，就好像你开始选择说，诶，四周都是你的死党闺蜜，你不会花太多时间给陌生人，然后你会跟一些你想要花时间、你重视的这些死党闺蜜在一起，也包括你非常重要的家人等等。也就是让生命中呢，你充满了自己真正需要，而且你非常喜欢的阶段。那个数量呢，也许不需要很多，但是总结来说，你留下来的都是让你怦然心动的。所以我们说，收拾跟整理这件事情哦，它不只是能够让你的财运变好。那我也希望呢，在场的每一位呢，你们都可以成为所谓断舍离的实践者，然后逐步的从初阶到中阶到高阶，成为所谓的高手，然后最高境界是到最后，你其实不再随意的添加，你也不需要再不断的去舍弃杂物，因为留下来的都是你怦然心动的。然后你身边都是拥有真正你拥有你所需要的，而且是有心动的，所以当你想象一下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多么的喜悦，多么的轻盈，所以我们说，富裕、贫困、有钱、没钱，其实都可以从一些不同的这些小习惯，而且是在生活中里面可以去看见的。OK，那所以今天的内容呢，就跟大家讲到这里。
你今天有什么收获呢？今天讲了有钱人的整理习惯，那从这个小小的生活习惯里面，你又对自己有什么发现呢？接下来有什么你想要去改变的，或者想要去行动的呢？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留言区呢，留下你的一些启发，或者你的一些看见。那今天我们也讲了断舍离的这三个阶段，有初阶段、中阶段跟高阶段。那明天呢，下一集呢，我们也将正式的进入扔东西的方法。那下一集，也就是明天会跟大家讨论扔东西有哪一些方法，要注意些什么。那对于今天的话题，欢迎你留言评论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和我分享你的一些经验，甚至困惑，然后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喜欢的朋友，让我们呢一起活出丰盛轻盈的人生，丰盈每颗心是我们可以一起做的。那你好，我是 Ocean。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可以让你灵光一闪，心有所悟，灵光一闪，然后让我们一起丰盈每颗心。好啦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的再去走我们这个丰盈的旅程。